Hello， 梁导你好。你佳佳听不到，还是你耍大牌啊？哪有？我在回 message 啦。哦、OK。哎，我要演戏嘞！你拍那么多部电影哦，一部都没有叫我偏心喽。哎，上次梁婆婆重出江湖，你不是有演吗？哎呦，那个很快，戏这样少。友情客串是这样的吗 ？OK。哇，全部都在啊 ！Historical record。哎，梁婆婆。哎，我现在要走了。哎，不要走，坐下，坐下，坐下。不要这样啊！我以为你叫走啊，很伤心的嘞。哎呦，伤什么心？我要去锻炼吗？哇，你去锻炼哦？你这么忙，还亲自去锻炼？你旁边那个老母鸡又来跟你讨电影演了，不要脸，他真的很不要脸的，丢脸哦！梁婆婆，你这么逼急迫地啊？我叫他给我拍电影，关你屁事啊！你看他讨厌你喽、我跟你讲，电影是不用逃的，有料的话，人家自己会来找你的哦，就好像我这样哦，梁导演哦。你们两个女人吵架，请不要拉我下水哦。你看你们两个一在这边，立刻这边就变成巴萨了，拜托一下。梁导演说真的，我也是想演电影啊。你找我了，我又有票房保证，我上一部是303万。梁导演，你看梁婆婆每次在我面前炫耀，她有电影我没有。哎呀，其实你知道我多难过吗？哎呀，大家都不知道我梁婆婆还在的，我现在她已经人老珠黄了嘛。互相配合了，给她一个机会演呐、她也不一定会赢的，不一定会赢的。给你演了啊！给你演。梁导演，你看呐、他这么看不起我啊！其实啊，他演戏只是一个人啊，我们那梁戏妹全家来哦，热闹哦，好不好？梁导演，我跟你说，全家来的话费用很高，我一个人一个费用便宜。好，对不对？没关系，我们全家来，免费。哇 ，On 啊 ！This is wonderful， 梁戏妹，来天客串档即将登场哦。这不是电视啊，是电影哦，全家可以来看，记得哦。你有空不要来。哎呦，真的是伤脑筋哦。